级汽车。惊险飞行。哟吼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乐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守护朋友。
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嗯，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甜甜圈了，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！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嗯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格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大大水泡砰砰砰！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没错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个子小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
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
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雪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企鹅，企鹅，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步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！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。挖掘机呀，轰轰轰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真假洒水车。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咕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咕噜爷爷。啊！咕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！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
跑，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好好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迷雾迷雾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炮。太棒了！跑跑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嗯，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。所有雕像都倒下，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掉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
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打打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只一只回来啦。好灾难！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！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！嘿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啊，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电力挖掘机，不跑！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！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！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马淹没，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楼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我要
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锤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，啦啦啦啦啦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唉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动刷动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。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。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。话筒音响，还有钢琴吉他。舞台搭建好。演唱会开始吧！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，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
唱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湖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吉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转车轮转呀，左边右边跳跃，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嗯，
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编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这是什么？好臭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小事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。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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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说垃圾车，前面的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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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
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嗯，阿丽。嗯？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啊，你看，风来了。多多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我们再来，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啊，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
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。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哦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
虫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绝壁挖掘机，酷宝。跳跳车库车，妮娜。超级汽车出动！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